台下观众全都闭上眼睛，有人甚至跟着节奏摆动，陶醉其中，竖起耳朵仔细聆听，可以听见各大广播电台的熟悉乐声。我们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民族啊，这么多的族群，那、可是呢，彼此的声音，说实话不容易听得到，所以现在我们透过这个九大广播电台啊、可以在每一个电台里面都听到。听得到原住民族的声音。大猪阿吉说：“啊，慢了一点。”走进原乡部落，体验不同族群的日常生活，了解各族群的声音。原客共好，族群共荣，九大公共广播电台串联成功。讲客广播电台特地选在原住民族日前夕，串联九大公共广播电台，推出一系列原民节目，内容聚焦原民语言文化传承，不但促进族群平等，更要凝聚媒体效益，展现原民的力量。有这样大家共同联盟，把我们的媒体的影响力能够广传。那像我们去年开始第一次联盟，然后其实我们陆续就跟不同的电台有做了很多不同节目的合作。那像汉声广播电台，我们是来介绍我们在台湾军队里面的非常优秀的原住民。台湾的好山好水，有客庄有部落，原客共好，族群共荣，一起听见多元的美好声音。中华电台，民视新闻高层蔡明正台北报道。